赢了啊！你怎么啊？这游戏我玩过，被击落的话消耗钻石就可以续命了。这种游戏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你不知道？续命。游戏结束，即将派发对胜出方的奖励。奖励。 那是艾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哟，速度挺快嘛！恭喜通关了。你是谁？放开他！这么快就忘了我了？哼，算了。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想要救出他，你们还差得远呢。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。哀家，我们回来了。刚刚那个人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那个女孩，哀家。 他是我女朋友。按你说的，刚刚那是游戏世界，不能当真的。不，他就在这儿，我女朋友就在这儿。那，就救出他，救出你的女朋友。我一定会救出他的。哎，那个头戴电脑的执行者呢？ 不见了！哎，他们怎么了？还有呼吸，应该也和我们一样进入游戏世界了。米兰，好了没？别催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洗澡？ 少废话，哪个剧里没有一场洗澡的戏？这个，嗯。<笑><笑>
废物！我让你来是来要债的，人都死了怎么还债？废物死得正好。你别过来！我没有敌意，我只想说，你杀的真是太精彩了。哼，小姑娘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爸爸欠了我多少钱呢？这脸蛋倒挺标致的。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替我杀人。怎么样？能不能活下去，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。你叫米兰对吧？介意让我看看你的刀吗？哎，我没有恶意。那枪换你的刀，要是我有什么小动作，你开枪就是了。是老手啊，咱们队里怕是又多了一个精英。可惜了，这把刀不适合你。哎，我没有恶意啊，那把刀上血腥气很重，挺锋利的。不过除了刀锋之外的地方都没有好好保养。你一点也不喜欢那把刀对吧？不如这样，我给你一把新刀，一把只属于你自己的刀。自己的刀？对，你自己的，只为你一个人饮血的刀。怎么用它，全凭你自己的意志。我自己的意志。这么久，老子的卡一定要全都抢回来。烦不烦？给老子滚开！我的东西，不了，来吧！
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，我们要多余般存在，空洞的生活，空洞的无奈，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。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，像宇宙转折接踵来，尝试不同玩笑安排，秘境从此打开，跟随陌生的未来，步步精彩。看太多是他最好的安排。你这家伙也太猛了点。米兰，好了没？别催，快点吧，多停一刻多一分危险啊。就好了。能干妹子多，网瘾少年的肖申克救赎，异能觉醒，天下风云出我辈，万千时光不及你我初见的模样。腾讯动漫十月漫画大剧震撼来袭，好想好想死，太想吃了。什么？竟然已开售，太爽了。冯宝宝家出来限定款匹克体验热卖中，黄油焦糖新口味，好吃到衣衫炸裂。